幸存是很好玩的。刚不小心把手机摔下去了，还好手机还在。山嘛，哥哥山嘛。我记得他们会把我认，把我们认为很穷的人，在底下。然后他等一下就会耍心机。你看，他以为我们是穷，他就开始耍。不要再傻了。村民是被我气疯的，
最后一场，拜托，应该是最后一场了啦。哦，快快鱼海滩超简单的，连人都跑得过去，应该说连一只猪都可以玩过。系统怎么会帮我超？鸭蛋，捡到！我拿金属马大便，哈哈，我只要丢金属马蛋。哎，喵。红队管就要害虫队，哎，他不是蓝队吗？丢红木棍可怎么没丢到我？